生吼是因为这无常变化的这个世间吼，啊，咱在过退休的人要真侪这个问题甲考验，啊，所以当然咱讲爱珍惜所得的好处，甲伊的宝贵了后，落来就是讲咱讲，咱这个气候吼，唔好去变迁，唔好有变化，唔好会改变。啊，你下面咧讲就是因为。师傅知影讲，咱会变，啊，所以甲咱讲吼，含变，只有你好改变，因为改变对咱来讲是吃亏的。拄只咱的道歌内底，咱的王家皇叔甲咱道尽了人间的苦难，说尽了人生的悲哀凄凉。啊，甲师傅一直嘛拢在讲，但是咱讲归讲哦，听归听，到底会受用的是咱家己的一个体会，所以咧要讲，由这个讲义的吼带动迄个气流出来。所以华为当时就讲，华为就歹的，当时就会好。咱若无去体会迄个歹啊，我跟你讲是顺的。咱的人生拢做顺的，无人会感觉无受得出好啊。啊，过去的这过者吼，因为生活困苦，一旦互伊丢掉了，伊感觉讲得足好诶。但这内底有伊的来历，不是大家拢会安尼。所以先讲，咱今仔日会当坐车，甚至会当健康，迄种三世五世啊，毋知修偌久啊，这是事实。因为这是历史，这是普通人坐一条的船，他会说啊，在所在故事。那若无咱会晓去个电影院啊，去看伊啊，去即个娱乐啊。咱若坐到遮遮尔艰苦，而且王经理讲，这道理吼是做庄严的、做结束的、做无足好听的。啊，咱若是开钱吼去买娱乐，是毋拢讲咱上解听？啊，甲咱滴个轮回心救噶，救出来，互咱安尼足欢喜的。但是这粒心要回归到道心，拄拄啊好道理吼，有可能咱听到会欢喜，因为咧下咱轮回迄粒心嘛，咱即马是咧基础。啊，恁这个变作自然的呀，所以讲吼，修道还是讲办道，这拢是看咱的根基。啊，根基吼是镭射去修出来，啊，因为根基才有带动这个气流出来。所以以前前过这样，是为着修办道，拢掠伊乖嘛，掠伊乖个达无？啊，那恁的气流敢会改变？咩咧？啊，所以这有人伊的这个修持，甲伊修习修啦，啊，总共就无离离修啦。啊，所以咱即马就是吼，爱认真修，赶紧修啊，因为时间吼已经赶来咧。啊，若到愈老啊，是愈歹修啊。啊，若身体好好无来紧修，啊，愈老愈无好修，愈老吼苦头愈济。啊，不然甲咱讲遮叫苦海，无像咱想的遐尼理想哦吼。所以咱得哩认真听。你叫我听，我体会也出来，这就是咱特点。所以强行加优质，这是咱的农夫主讲的。但是强者强人哈，那是气用那个代名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说贾博士是一个强者，是不是在应该体验超凡的、练勇心的所在？这是比喻啊，你在讲这个打球的啊，比如讲，我听陈真人讲，那个撞球叫懂。伊迄比赛，你问若国际级的，无每一工啊，训练十点钟，每一工吼，咱一年哦，就是种班，一个规班，咱就可能腰酸背痛，哀哀叫，理由足多，原因足多，有诶无诶？吼，会安尼，就是代表咱无一个志嘛。啊，咱若有一个志，同啥？我咱做这件代志是伫为着啥物？咱咧趁钱，咱干嘛做用心诶？哦，用心体咧换钱的，啊，为什么咱咧学着收办的，咱的心情哪差遮侪？哦，这就是人生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人生一开始就咱谈的是个气候，所以你看咧钱内底有一条心，啊，这条心卖互伊上好的一条书吼，伫咱谈除了讲姓名、出类拔萃之外，迄、那个书就是排第一名叫《四龙刚胸》，四龙公山嘛。啊，讲到这，我都爱想到四龙。这林四龙，然后啊，连做前面今仔日来领班，我若看到，我就会讲四龙。
钱，咱若有钱，先讲别个。用钱办法就是起来修办的，所以早期咧修办的考验安尼嘞，咧修课修课啊，还先讲别个嘛是过来的。所以现在古早先生是讲吼，业业无，迄古早话吼，我嘛袂了解说啊，就是躲躲藏藏吧，惊人再遇到咧掠，先富咧掠。但是嘛是来先讲别个嘞。啊，若咱即个时代先生想好遐了啊，哦，袂想听，免办啊上好，免讲啊上好，咱做轻松的，何气量选择放弃。所以古早时代先生交咱即个先生嘛有一点啊无啥共款，就想好遐了比如，啊，咱要如何找到咱阿去谈情绪无变一个心，这是咱经过的一个过程。你若有气量的人吼，你拢知影，咱是咧想稳的呢。
对啊，对。所以我们的弥勒佛不是这样嘛？你要跑一趴，点我高，啪啪啪去点那一块的地头。那侬卖讲吼，扒掉了，侬讲一句就袂得啦。迄个是相讲的吼，袂得啦。你看，咱迄个讲吼，咱是相背的，咱都唔知影讲，咱迄个起心动念吼，差线个差，咱所以讲个得无理重的啦。啊，哪咧咱做不到的外界的都袂嘛是安尼啊，因为它成正比，那甲相用相啊，那是讲的，是的。用它堕落，不知不觉，一步一步走入无好的感受。因为即摆有尊重个咧布袋戏，安尼来看吼。啊，所以讲，这是有具象啦，一展现出来的风范。这是个修好师傅，这是个条件，这是吼一个资粮，啊，咱就互相来学习嘛，吼。所以要训练咱的肌肉的强化，来训练培训，啥物选手拢爱培训嘛？啊，咱是啥物的选手，咱敢知？咱家己拢心内知知的嘛吼。啊，咱甲行这条路啊，若要做终身规去迈行啦，加艰苦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行就去惊哦，够惊哦，好嘛惊哦。你看咱若咧选择，搁要去台北，咱贪的话吼，嘛是想要坐高铁啊，轻松。飞机，你坐飞机无轻松的，是高铁啊，轻松。哎，但是较慢安尼啊。啊，一个比喻嘛，无坐高铁是因为无到钱通买的，对无？啊，哪有可能讲你着有迄个钱啊？你去坐坐啊，你做班的，是讲我来骑乌托邦机，你要训练身体，安尼无有讲。啊，哪无迄是，有一个合理的一种的规范嘛，哦，合理的行为嘛。啊、所以说他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培训，他大概接受，而且呢，爱欢喜，爱心甘情愿，你嘛感觉人家伊病，啊，那咧方病吼，是业咧甲咱，哎，愿咧甲咱病嘛，好，恁叫嘛，有些人就讲啊，像我嘛做恁叫的啊，我咧做啥拢做恁叫的啊，都罔做安尼尔，恁叫啊，那搁会恁叫一下。你若完全袂免用钱吼，真正着无用啊！安尼是家己无用，毋是别人无用诶。所以迄个过程，我则讲，老师做了解咱诶啦。所以老师做已经有加油啦。啊，所以咱着去看一寡经典啊，经典啊，体会会溜。伊个力道就有够，但是较歹体会。所以上体做慈悲诶，派神佛。写了出简单的信，但是伊意见袂输哦，经典，因为着拢有写出来的啊，着对人输的啊，伊会互咱做法器充满的，伊真正甲咱加油，伊会阁互咱的志用重新立起，再次的出发，重新的出发，所以咱的不管是多花多长，修多难，放多苦，老师拢知咱即、這个，咱的安尼，老师拢知咱的安尼哦。知道吗？要慌心啊，慌起来难过嘞。啊，所以咱人间有一种病叫恐慌症。你讲有一个最严重的嘛，啊，你就是恐慌，发作了，你看偌可怜的嘞。恐慌症伊老会做安尼，互一些高大臂、弱女，互我看到的只是安尼死啊。所以我建议讲凄凉，就是个凄惨啊。为一个人的做，我拢无共款，因为咱的心境都无共款，咱的想都无共款嘛吼。啊，咱每一个面都无共款嘛。你上知影，我头家一个上知影，人会讲，哦，这行的哦，我认袂出来。你若认袂出来，是无食过饭，绝对拢无共款吼。啊，所以一切是在咱的这个内心内底。但，咱今仔日。要行上了一条好路，要找到一条会出路。内心更加困难，因为内心很难嘛。因为世界的专家、社会专家拢在讲，最难改造的就是人心的内心，人
大堆，问一大堆，是非满天飞，人间哦，就是很乱的是乱世。尤其今仔，那有感觉讲今仔的世界是非满天飞无？下昼拢在食新闻、食消息，啊，搁一寡哦，真正互我感受过啦。这就是一个新的世界内底无？伊个天就伫变形安尼，大家拢做新的啊，啊，生活搁比你较新。啊，有钱就有价，价价钱钱拢有够乱的啊！啊，拄我咱来学堂较太钱，所以就连袂当加做好困的。啊，伫咱家吼，迄风扇外边的呢，啊，搁咧空调、环境啊，全家拢着爱啥物香氛啊，啥物，啊，咱敢困会去？同款的，敢若身体歹无，外在我物件拢无好。啊，若体质较好哦，搁倒伫地方困哩。所以一切都是在咱的话嘛，不在我。我是一个做媒，咱是因的咱的尔吼。所以着搁训练咱的跨度，所以才会互咱安尼，互咱很花，啊无爱做一代志安做，啊真困难的。啊，敢若讲真简单的，大家嘛先分。如果伊人不得无规矩，啊，搁有其他的哦，真侪啦哦，菩萨啦、佛法啦，就是。啊，迄拢是咱家己的过程，所以修出来的出来。过程是心的启动，因为要先有跨度，才有可能有启动。那你为一个困难，那可能一直为为有心的，因为跨度无出来，我都会为心嘛。所以它有一个顺序，它哪一个步骤？啊，所以讲咱的回天有几步？有六步，六步的天梯嘛，啊，就六度万的话，所以咱的吼，老师甲咱传的德是修大乘的菩萨的，所以是六度万行观，不是一般的宗教嘛，不是一般的延伸嘛，不是一般的修行嘛，拢不是。所以德难德苦，甚至有时阵吼，咱真正唔知影要安怎，安尼唔是也当训练出来？迄路若足袂叫咱行到这个地，啊，若行山路嘞，来看脚。看脚力了嘛，哈，看功夫了，看有没有训练，看有没有体力了嘛。像这些逻辑，咱拢会当听较习惯。所以咱南非就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是要训练，让咱的气量坚定，总地变深，一路行到尾，总地变远，拢同款爱的，同款重的，同款知影讲唯有得上好，这才心地变嘛，哈。啊，所以回来第三点才会讲。经验不断，一旦气量袂变轻啊吼，咱迄个筋骨，筋骨就是像迄金刚安尼啊，较无骨头是无金刚筋，金刚筋吼就是上顶的。伊迄个比如讲吼，筋骨体转的即个骨菩萨的迄条迄个，因的迄种功力啊，所以才讲金刚出世啊。那么要达到金刚，必须爱去发这个智慧以来嘛。啊，咱这个修班的过程是要让咱开天地，所以咱的班拢叫做什么班？叫做天慧班，天开咱的智慧，咱的智慧本来就有安尼。啊，若出来天管，就是哦，天就听到你了，知影啊，我啥物爱讲，我有啥物毛病，啊，我对无好，我伫想，反正咧种种办法去处理，用好势啊。啊，跩人拢无啊，安尼智慧本地就有啊，咱是叫砍的，是叫砍掉的，跩人会砍掉的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必须爱吼，属于达到一种吼，坚毅不屈，就是讲，咱要甲咱考学到，咱嘛考袂到。咱若拄着拄着问题，拄着拄着考验，拢是要训练咱的实力的。但是老师吼，伊就了解啦。伊对咱一切认可，所以就用一个问题来咱问伊讲：修道人啊，拄着问题，咱修道人嘛，咱其他位上啊拢修道人，咱毋是变番人，咱爱家己讲吼，我是修道人。譬如讲，我若要生气啊，咱若要生气啊，讲我是修道人，安气较袂起来，还是气较袂遐严重？本在生气咧，想啥物件出来讲，我是修道人。叫翻译嘛，啊，无就进来从第二个搭天桥进来，现在就要对了啦，去行起来天桥的，行起来啥物？伊个伊只黄俊雄的行的店嘛，叫啥物桥哦？苏，那苏阳文都要行上迄个。
人事物在考啊，这句话就给你记啊。现在你好考试啊，拢在
讲，不是风动，不是风在动，也不是反动，嘛不是人正心动哦，两个无，暂时甲开有，嘛是有咧想啊，实在讲，哦，人讲哦，这个去想法的人难来哦，无鬼，就是正在咧甲咱讲话这个。那个祖师啊，因为当时佛祖在传讲祖嘛，啊，伊带咱来啊，因两个就是了解啊。啊，咱咧学习就是咧自欢呢。咱哦，可能我都拄着什么代，拢随哦，知影是家己心灵啦。但是至少吼，咱若甲咱讲真正心动啊，咱会像恁两个修行人，咱会教。安尼阁还好。嘛，阁继续烧坐落去，也是阁继续伫遐纷纷扰扰、争分不休安尼，就恁就是讲哦，迄个功夫就练不出来。啊，所以讲，哪有人读册无咧考试？咱敢有看到学校读册无咧考试？有啦，幼稚园啊，甲互咱学经济拢会讲幼稚。伊啊，迄道理讲讲的，不过吼，咱的内涵也无啥，迄叫幼稚。爱听好听话，互学了哦，幼稚。你讲，如果安尼道理，佮讲安尼幼稚，嘿，安尼咱来听落去呢。啊，迄种无咧考试，咱若一直做幼稚，啊，就无咧修，无咧修袂课。啊，若到小学来开始课啊，对无？现在有的明星幼稚园也都会考试了。一天都伫细汉，就细汉在咧培养，哪来的？到高中、到高中，你看咱这一挂囡仔，到大学拢袂笑嘞。我较边仔对两个啊，啊，先生啊，先生啊，笑到笑到僵死袂笑，咱敢知影？笑到现在大学袂啥会笑啦。因为考试愈来愈多啊，功课愈来愈多啊，代志愈来愈多啊。好啊，所以哪有咧读册袂考试的啊？啊，哥哪有修炼袂考验的啊？修行啊，甲袂考验无考，啊，着花家有行嘛，拢先生。迄前过了，甲咱鼓励啊。可是当咱拄着考验，咱哪会毋知哈？不知不觉，咱落地落去。所以老师都甲咱讲啊，爱考袂得，考袂得才是有计报，啊，毋则正个咱脾气好，才知影讲咱德行真悬。啊，所以讲在即个过程内底吼。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都不好自我的感觉良好，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，所以由于自我的感觉，才在那里开始在讲，在那里讲哦，安怎安怎安，结果在道场内底了，才去学着讲，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咱爱自我感觉无好，就是讲先想家己无足好啦，毋茫家己感觉家己足够啊足好啦，安尼拢太受苦。啊，咱若自我感觉无好，就是听，啊头当太低，啊腰太软，在教室拢甲咱讲腰爱软，哦爱屈下就去安尼。因为吼，当咱自我咧感觉足好的时阵，你毋知影人别人拢安怎咧看啦，安怎咧想。啊，人咧看，人咧想，阁还好哦。上严重的就是咱的业障，迄、那个自我感觉良好，业力吼上头来找咱啊，啊，分袂干净啊。啊，若咱阁要自我感觉不太好，阁有一个空间，留下了一些空间，我先都会当甲咱化转安尼嘞。啊，所以讲这是咱共同来学习的啊。所谓说吼，牵挂的好。这个挂号来在讲牵挂的好，啊，咱普通时啊，就爱时时提醒家己，也是牵你他好。所以，我即摆也是在遐讲哦，较袂自我感觉良好，比较不会了啦。你连续时啊有一个代志，你先挂倒啊，挂倒离开啊，啊挂倒会疼的，啊挂倒了，挂倒了紧啦，倒嘛了紧，佫离开就好啦。即摆人倒，咱全拢唔叮当。我倒爱想办法爬起来，啊上好搁捡一寡物件起来，安尼较济吼，安尼无使挂一倒也无捡着物件。有时挂倒拄啊挂伫遐，拄啊捡着金嘛也无一定吼，啊捡着钻石啦，像知影人讲，谁知道啊？天知道，天将降大任到你挂倒，啊到尾也好啊，来到尾也是好，先吃苦，吃了苦，这是咱今仔所为吼爱做的原因啊，啊无吃
无加咱的意思，但是吼，伊是往上的啦。啊，咱做孙做女也是让我们堕落啦，贪嗔痴在牵引你，你都不知道，不知不觉。刚才讲吼，顺科两个足紧，啊，哪个科无，内底较会互人用上啊。啊，所以啥物是好，啥物是歹，很难说啦吼。也许好就是歹，也许歹就是好，真正是很微妙的吼。所以这是后学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吼，要互咱的。这个千依不拔，迄、那个字，迄、那个讲迄个字，伊坚固较像迄金刚，拢袂变。伊迄法门爱入去到是咱负责，就像咧讲金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无碍，何得？法法无无法安尼，安尼是毋是法做侪？然后我讲好，我做侪种来，来啊来来来来去。安尼想看咱是像啥物做来挂来看来。习惯看袂解的，安怎安怎拢是我小事情。阮爸讲的，世间人小事做认真的，大事拢做糊涂的，做矛盾的。啊，咱是时时会当来做较正吼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所以甲咱报到第四点，了咱的公关，无论是要互咱吼，即、這个咱的钱，咱的吼犹如金刚。其实伊最后还有一个压轴，就是着要互咱了完，了完就是回归到咱本来的心，伊是清净的，伊是无污染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呢？咱若有迄个尘埃，迄个问题，迄个想法，迄个痴心妄想，哪好奇怪？迄毋是咱原来的心吗？毋是咱原来的心来对了啊！啊，所以讲吼。老师讲个咧，修道这条路吼，认认真真好来行。才上分咧，该一班就一班；才上无啊咧，该功课就功课。因为我感觉讲功课就是咧无啊咧，你无啊咧，因为咱会当卖选择功课啊。迄脑子会干思维就会知呀，迄无啊较精细是安尼才知影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宏观就是咱上大诶无啊，啊，咱上大诶话是啥物？该团生死的轮回，因为人只要在四心六德，或者是在这个灵德，问题永远拢未解决，伊永远都对立人的两位嘛，两位就是倒对立，你哪要办我就会办，你要办我就会使，不是一个人，所以要记得要记得变成大，他来的百尺竿头更上，变成我们必须为安人家天归天。啊，你老哥出桃地啊，那个夫子，每一位圣人啊，人家都称他叫夫子。啊，那个出桃地啊，啊，必须爱对人先求着得破这个一开始叫大啊。所以人呐求得就是大人啊，你晓得。啊，大人爱有大人的风范，大人爱有大人的讲话，大人爱有大人一切的气质，一切的内涵，一切好的气。气要吞的气，不要发出来，你发出来就生气嘛。我生气了，发脾气呀。啊，咱修炼来吞的气，再来嘞。天佑地利保了咱，化作甘露咱，变成好的咧正气，安尼才会含乎咱的光明。啊，迄、那个甘凉才会生出来呀。所以三宝是咧帮助咱修炼的，咱有宝贝吼。也减啊，连啊，你干咩辛苦啊？那哪有工具呀、啊？在这上面也做平山的嘛，也也用啦。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落后的国家嘛，一个唯一的科技要需要用一的人工啊，很辛苦。啊，你想要进步的国家怎么才能安尼啊？啊，起码是手机呀、啊，吼，装饰改拢点来的，一个手机呀、啊，只要咱会晓的。买物件，什么无所不齐的功能，拢总有好的、歹的，全部拢总有好的就用好的，歹的就误入歧途，这种上天的科技啊，啊是咱的干，咱的了解，哦，以做咱的工具帮助咱，而不要被利用了。那么另外，来。
耶稣就是真理兼宽恕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迄、那个，咱真理负责任就是共同的，那么是各优点宽恕，代表这个老师陪伴咱去办灯的，安尼才会当了完，才会当吼共同来保护了完。啊，希望咱的愿力，咱的这个修办会当赶在咱两边的进前。啊，老人哦，每一个发大愿，无后壁拢是做凄惨的故事。哦，迄真正是痛苦的，做辛苦的哦。啊，咱就无事的时候，紧发大愿，这个愿力互赶在咱的两边的进前。这是每一年哦，咱这个了愿，这个新春愿的愿力，其实这是天恩师德呢。啊，咱有时感觉做委屈的，我搁要去入新春愿啊，我搁要去入过个班啊，满腹的怒气。埋天怨地，你什么都卖得搞啊你，我怎么理？啊，那唔知啊，讲去感谢天恩师德，那真是咱哦爱个地天回啊。那么有师相陪就很重要了啊，啊师都陪伴着我们，所以咱来看吼、哦，老师啊，咱讲，伊讲叫咱唔免惊，有老师伫个啦，因为咱班里都是师徒共伴啊，老师那会咧会袂错啦。啊，老师咧插来进前，爱先看咱要去插伊无，安尼对不对？我的心内脑里。
是吼，较可疑的，迄就是吼，连料的好势，请咱来当迄个包容。然后是这个先生不先生，各位点传师可以给吼较正确的指引。那么最后就好可以即个真诚来念，以新的一年开始，发一个大愿，吼，给家己上好的礼物。谢谢您。